员前到场处理，发现林姓女子疑似酒驾撞击道路工程工作人员，导致伤者头部受撞击，多处骨折，警方即协助送医救治，但仍不幸身亡，并对嫌疑人实施酒测，酒测值明显超标，全案警方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地检署侦办，另同车女性友人一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罚。